接受荣誉。请稍后导演，我们移步到舞台前方，为两位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奖杯。有请稍后导演。祝贺二位，我们请三位一起合影留念。夷陵老祖魏无羡也认识了演员肖战，欢迎肖战，中间有请，欢迎。在接下来的2020哦，不就是我们现在的2020年，肖战更是有《余生请多指教》《斗罗大陆》等多部作品跟观众们即将见面。我现在站在肖战的旁边，是第一次离他这么近，我只想问一句话：这样子的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要不然呢？欢迎，欢迎。好，我。